等一下哈，要带我妈去那个丽水渔港，然后经过这里带我妈去上了一个厕所，我妈说哇这厕所太漂亮了。这里是彰化哈，那哪个树是啥树？你这块过门呢？哦，那个树，这叫啥树？这个树，橄榄吧？这叫啥树？不知道啊，妈太多了。这边风景树好漂亮哦，你看，各种样式的。这边的水稻还是很好，但是不得我们那边高，我们那边好高啊。这个是鱼还相当好吃。这个你又不知道品种，怎么知道好吃？哎，我吃过这个，我好像这个果子有点像以前的。你看嘛，它这个圆多多的，你看嘛，它这个转圆多多这种就是好吃啊。我妈说这种水稻有点像香米，很好吃，但是我也不太懂这些哈。从来没看到这么漂亮的厕所，妈，你每天在乡下地方，其实我们那边很多厕所也盖得很漂亮。对不对？这边要早些，要早些，还要因为天气比较热，他们就比较早，而且这边可以收两季，两季有些地方三季。我们那边只收一季，对对对，低了，温度低了。好，走，我们去渔港走一走哈。哎呀，到处看嘛，对嘛，走一路走一路看。对，什么都有啊。我也收的漂亮，到处都漂亮。到处都好了好了，走，想去就去嘛，走嘛，走嘛走嘛，带你去看一下。妈，你的口罩来，哎，这样子好。我妈超喜欢这个妈祖的口罩，走吧，走。慢点哦。好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哎，这可以吹一下风哈。嗯，对。这也是海哦。好大哦。嗯。这个全部的好深嘛，它。这边是一个打卡的景点，所以说让你在这里停留一下。有点怕，你自己慢慢嘛，不用怕。哎，好，太开心了。哎，我妈她是以前没有见过这些，到海边都已经很兴奋了。你想拍你就拍啊，还有她说她想拍照片拍给我们那边的人看。现在点到那桌一片，她有办，有的是办法了，现在海上都可以搭桥。哦，你比我还忙啊，我拍你也忙着拍。啊，你多想啊，你多想啊，你多奇妙。你点没点啊？你是多想还是拍照？啊，你多嘛，你多嘛呀。我是怕你没点到，白落了，啥子都没落到。哎，渔网。哦，好多钱哦。嗯，这边的水应该不会很深啊，不是深海。嗯。妈呀，我跟你说嘛，这一条哈很长，如果附近的人的话，就可以在这里走啊，锻炼身体啊，散步，对，就很舒服，而且有风。妈，我们去看，我们去渔港。你这里你要走很久哦。去渔港啊，这条路永远走不完的。是在渔港。不是渔港，就是这一个小的景点，带你看一下。哦，你没看过的，看嘛那些船啊那些。嗯，哎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带我妈去不同的地方，每个地方看一下。嗯。但是她到每一个小的景点，她就好像就有点控制不了了。我看不到，看不到，你要趴在窗子上面才看得到，不够亮。很漂亮，这个修得很漂亮，很漂亮。从来没见过这样子的，充满了它这是沿海修的那种，就是给你锻炼的地方。拖拉机啊，以前的拖拉机我也没见过啊。那里可以坐一个人，这一个坐个人。我爸坐这里，你坐这里，刚刚好。跟他的车子还是有点像哈，铁牛车。哇，这车比我爸的还拉风啊。走吧，哎，吃饭，肚子饿了哈。嗯，肚子饿了。吃饭喽，妈，你看这个树根，我们那边也没有。这个叶可以去摸，去嘛。表姐干净。哎，干干净。不见毛个人。哎，辫子哈，嗯。就是好小的，你长得上呀，给你们应该是长得低小嘛，我这长得小一点。你见过的，你没见过的东西还多了。没见过东西太奇怪哈。嗯，应该在上面的，应该在底下嘛。嗯嗯，走了，去点菜，走。饭客啊，对呀、啊，他只看图、嗯。那个是那个披萨，好多鱼哈。嗯，妈妈这里这里，妈这是农场。农场。哦，农场，但是还有开放给你，有可以吃饭，有可以玩，有可以耍。然后呢，又可以来看风景，然后呢，他又在海边。
哎，你看那小孩子好，神一样的，棒哈，就是太棒了。在海边，我马上就去摸。哎呀，你这很厉害的摸的话，就是说100块给你摸，是这样的，摸了，然后，哎，我不知道哎，怎么算的，没有去了解过。不是，哇，你那么厉害哦，可以了，可以，可以，有摸到就好。好了，有摸到就好，放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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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丢掉，哎，好，有摸到就好。再摸一下，哎呀，他们是100块，你摸多少？好像是钓鱼吧？比方说你多少钱钓多久，或者是摸多久了？它里面可以沙子，里面是沙哦。里面沙子里面。哦。嗯。哇、哦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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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姜还是老的辣。哦，青苔都摸起来了哈。嗯。嗯。好了，丢掉丢掉，我们没有出钱了，丢掉，哎，丢掉。好，走。对了，可以了。马尼卡嘛，嗨一点的嘛。哦，嗨一点嘛，哦。哦，一看像太阳。像太阳。你看不见天了，儿子。像太阳。看不见天了。我没听懂啊，像太阳，什么像太阳？嗨，你近看近看，就像你那个云。海看久了像云，像天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像天哦。啊，就像你天上的云一样。海像天上的云，那天我看到很海哈，给我呀，我是说是那个天上的云，我怎么没有感觉到啊？嗯，妈，动物你看过了哈，很多很多的植物，那边还有仙人掌。哦呀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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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！啊，哎，可以哦，哎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可以哦。哎，有像有像，嗯，哈喽，每次他都是哈喽。好，来，马尼亚人还有个道，哦，哇塞，还有船，但是这个船我们不能坐，那是人，哦，不能坐，不能坐，太危险了。啊，不要去啊，老人家不要冒险了，万一翻了你没人救你啊，我不会游泳哦。妈，你不要老是拿那边来比较。我妈说这边很好，她每次上厕所又干净，还有纸给她用，不像我们那边要排队排很久，又没有纸巾。哎呀，大都市还是有纸巾呐、啊，都市里面还是有啦，大商场都有纸巾，只是你很少走那些地方啊，还是有些没有纸。咋的？地铁站里弄的我都不得，地铁站里头里面都不得纸。还有每次地铁站里头还是排多长？盖你想盖个手都不想盖，等够等等多久？好啦好啦，台湾好，台湾什么都好。哎呀，盖手都是不打紧。嗯，盖手不打紧。妈，这个你也没见过。妈呢，我都没看过。这是啥？你这接接珍珠不喂？像珍珠一样哈。嗯。啊。那个，你总能看到，那个隔断看见灰灰菜。哎，就是灰灰菜，是一种我妈他们小时候吃的菜。那种哎呦哎呦，有点想了又不想，不想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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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年嘛，不是不是你吃的野菜，走了走了，有点像，嗯，有点，就这样到处走啊。我妈现在在环岛哈，这是贝壳，不一样的贝壳。妈，这是海的，海里面长的蛤蜊。这个是淡水的，就没那么好吃。嗯，其实哈，你看着我们家菜多，其实不多。因为都是毛多肉少，嗯，都是壳，知道吗？嗯，其实主食哈，主要就是高丽菜和面，还有饭，好吃完尽量吃完哈，嗯，尽量吃完它就好了。那张桌子是这件吗？这就是台湾报道的第一图，嗯，看到没有？嗯，第一图，哎，好走，登上三楼看观景台，哇，哦，好凉快，好大的风哈。我真是睁眼看到多远看，哎，又要拍照了，哎呦，你拍你的噻。我妈现在越来越聪明了，只要看到这个大电扇，她就说到海边了。看不到了，看不到，桌子太凉了。嗯，对的，是对头的，可以，你可以，哎，对对对，按嘛，哎，对，可以，能干。可以，哇，你要照说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！你照我的头手机咋子啊？你好吧，你想的了。哎呀，随便你，
你想啷个造就啷个造，只要你高兴就对。算了嘛，我没想到，想都没想到要造。因为我们那边羊子也看不到，只有那些山区地方才有。哎，好可爱，饿了，人家饿了哈。啊，喝奶哦，啊，快点喝奶了。哎，快点快点，给你喝奶啊！你不喝奶哦，快点来。婆婆喂你喝奶，阿婆喂你喝奶。哎，啊，你还不吃？你看你这么瘦啊，来。来啦，快点啦，喝奶，来，来啦，你不是饿了吗？来，我不会堵你了。好了，拜拜哈，下次带你跟媒婆玩哈。妈妈跟着你走呢。咪咪，走了走了走了，乖了哈。咪咪，咪。不是卖东西的。是免费给你参观的各种贝壳，嗯，你看嘛，多得很。哦，看嘛，很参观的。哦，给你参观的，好漂亮，粉红色。肯定是珍珠里头。你买的珍珠啊？还行哈，还好看哈。这个你没看过噻？没看过，对。这真的真的海绵动物嘛？嗯。哦，这个我没看过。真的海绵？不是竹的哦，妈是真的，全部是海绵，真的，不是竹的哦。妈，你看，好奇怪。嗯，你还说你，你看好多，像毛子，像毛子，毛虾子，这是，这是啥虫啊？虾子啊？不是虫，是虾，这是虾，嗯，是毛毛虫，不是毛毛虫，妈，这都是海里面长的啊，这个叫须蟹，跟螃蟹有点不一样，嗯，这个是螃蟹，你看这差很多嘞。哦哟，都是半根儿啊，半根儿都有好多种啊，很多种，几十种。我的天嘞，太多了哈！几十种，几百种，几千种哦。哦，好大吗？你看那个好大。哎，大。好大哦，嘎。嗯，太漂亮了。这个漂亮吗？这个漂亮。哎，这个你长满了刺。嗯，好。你看这是珍珠。珍珠，我妈以前喜欢买珍珠来戴。还把它做成公鸡呀，啊，妈，你看那个公鸡全部是贝壳做的，竹的是啊，你去看嘛，你走那边去看嘛，扇子，嗯，我们都是啊，好多哈，嗯，妈，你看这个，好大，是，这个就是龙虾，嗯，贵得很哦，嗯，有粉丝谁喊我买给你尝一下，哇，妈，这个你没看过，这个啥鱼？不是鱼，啥子鱼这么大？鱼的那个虾爬，好吓人，你说虎鲸。金鱼的那个咬合的地方，嗯，鱼连人都要吃下去。对哦，天然的哦，不是染色哦。安全监管的。不是染的。真染色。啊。你是个海浪，不是。不是海，这个不是海，但是它是海水，它是养的，养殖的。前面这些车子哈，叫做铁牛车，就是今天你有合影啊。然后这些人就坐着这个铁牛车。到海里面去玩，烤海鲜啊什么的，看嘛，那边都是卖海鲜的。然后这里是一个渔港，叫做王宫渔港。你也没进去带哦？哦，忘记了，没关系啊，到了。包的像什么一样？全部是海鲜呐，烤海鲜呐，好大香味哦哈，好大股香味了。可惜你的胃太小了，然后今天12点吃了，3点还要吃烤鱼。丝瓜布，秋刀鱼，哎，炸的秋刀鱼。妈，你还吃得下吗？肚子还是饱的，因为刚刚才吃饱。这就是生蚝的肉，生蚝，对，生蚝。火腿肠，你想吃啊？啊，想不想吃？不想吃，你就一直在那边指指点点，指指点点。是鱼煮的呀，秋刀鱼，这个叫秋刀鱼，鱼肉煮的啊？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不一定。哎，这个鱼肠是鱼肉。嗯，就是带你看一下。这个鱼是多少？有一是鱼肉，有一是猪肉，有一是牛肉，不一定。
外哦，你以为全部都是鱼做的哦？不一定。好了，走，到处再逛逛了，走了，走了。晚上你回去又给我爸汇报哈。你要看吗？这不是贝壳，这是生蚝的壳壳。哎，你看，全部是。他拿做成装饰品，摆起好看。这全部是海头的哦。哦呦呦呦呦！我以为我妈看到什么了。啊，你看吧，全部是车子。上午昨天耍，又开始煲电话粥。来叫啥地方？汇报工作的一天。第一个，我们也上家的厕所，漂亮的很，比你做的楼房还漂亮，又干净又漂亮，修的相当的好。里头啥子，只要啥子都准备好的，尿尿、眼睛、脖子都戳出来，都长浆了。但是他们的脖子哈，跟我们的。果子不一样，等于说是圆的，好像就像我们买的这个香槟那种子，它那个肯定是相当好吃，他们这边米都好吃的。嗯，还有呢，等于说有些给黄了，半掉黄了，有些呢还是没错，有些还在错，人家的样子还是相当的好，一大把大把的样子，做得好。嗯，整整洁洁的，他们是来用插秧机插的，不是手摘的。哦，这插秧机插的，人家看，搭个那个方方正正，田埂上啊，栽的萝卜，路上的萝卜，都是那一萝卜长得好得很。他们来摘的树子哈，所有都不掉，不黄叶子，青枝落叶的，不叶子是青的，不带不掉，也不黄。要掉。掉的少，不像我们。你说树叶掉的少啊？是不是少了哟？是嘛，他们那边你看到很多东西哈，很奇怪。他那个秧田边上都栽了柏树，他们那个柏树呢是压，他等于说不长高，全部是团，也弄也弄的压压，长得很奇怪。就像我们以前我当娃娃之前，我们栽了一屋，叫喊你千只柏，它就跟伞一样。耍多开眼就有的，就我就来小里边看了，我们在我过这么几十年我都没看到过。现在他们那个那边那个这我白树我看很看得起来白树，我说我让弄弄给丫丫会吃，他们家全部到处都摘了白树。那白树、我妈对白树真的是一见钟情了。人家这个白树又开始说白树，鸭子多，我们还是等娃娃都看过来，你几岁看过、我到现在都在这儿才看到来了。后头哦，那个海边上走的罗道的漂亮的很，可以说这样子耍的罗道的两边修的非常漂亮，鱼塘边边上不是鱼塘，海，你又说错了，海海是。其实看了里头的白鱼的，你咱呢看了，我们中午吃的饭，我说嘛，咱饭里头也炒的贝壳。煮的两个汤也是贝壳，炒的芹菜炒也是贝壳，又炒的莲花贝，莲花贝不的，哦，还有面油也炒的贝壳，反正吃了六份菜，每样也都有贝壳，样样都有。人家是贝壳宴嘛，意思是特色。哦，他们等于说是特色，你去啊就，一路上好多他都没见过。哦，你说人家都不相信，是不是哦？哎，哦，还有好多，一路上看好多。海边路上看的啥的？一个淡淡的水，是黄色，说紫色不像，只是黄也不黄，说不来。红，粉红色。粉红色。粉红色的水。也盐都在。细菌，好像是一种菌吗？是那个培养的？我这个我都不大懂。也是奇怪嘛，反正看到啥子奇怪的就一路上就看一下噻，哎，就这样子的。那就是大自然的神奇之处。一个地方的风力相当的好，我在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我那大海是非常神奇，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。还有就是说，大海的这个海洋气候的话，跟这个人们带来很大的这个健康。它海洋气候，它带来大量的氧气。我忘了，我还在煮梨啊，因为我咳嗽还没好，让他们聊吧。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哦，拜拜，让他们继续聊电话粥。